突破创新的现代水墨画家陈朝宝。你要静静的沉思，是，哎呦，我经常在发呆啊，啊，默默的作画，不要把那个心思一定要得奖要什么，你就默默的多画画啊，静静的沉思，默默的作画，这是我给各位同学的一个鼓励。更多陈朝宝老师精彩的创意表现，请锁定周四下午5点的第9堂课。